今天晚上你一个人睡不起吗？如果真的睡不着的话，我可以陪你痛快唱一整晚。今天的超级星光大道巨星如云，我们要决定的是第七名跟第八名，同时第二阶段呢，我们的选手还要跟许多线上的大牌一起来合唱。这个阵容可以说是上市公司啊，要做这个尾牙联欢会啊，要一次请都请不到的阵容。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opening 就是洛克先生萧敬腾，节目正式开始。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，心中是清楚的，有一天有一天都会停的，让时间说真话，虽然我也害怕，在天黑了以后，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。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，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过了太久没人记得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也全都给抛弃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我都想逃避，都变心，回去太可容易，决定你就是我的唯一，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，我真一些。清晨的风贴在脸上，吹干落下的泪，一整夜的思绪难眠，等待你的回忆，爱情没有太多理由可以不用要求，但希望你明白了解，真心在这里，不想你爱可以轻松，我真的爱你，爱你，你开始走。I miss you, baby, every day. I
碎衬衫染着鲜血，那不寻常的美，满舌面的醉，谁重新的跟随，撑起两道隔世味，脚下踩着玫瑰，会尽一路闻她安慰，夜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所有人给着阳光熬着夜，爱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便赔上了一切，超出千年的泪，痛太美，尽管再卑微，也想笑分心碎骨的滋味，你太美，尽管再无言，我都想用时间构成世界，我的王妃，我要霸占你的超出千年的泪，痛太美，尽管再卑微，也想笑粉身碎骨的滋味，你太美，尽管再无言，我都想用时间隔绝世界，我的王妃，我要霸占你的美。谢谢我们这个三位乐手啦，非常年轻有为啦！哇，老肖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！哇，这个我们看到呢，不只是现场演唱，昨天呢也这个做了一场这个电子舞歌华硕的尾牙嘛，对，然后唱完现场非常热烈，一直叫 uncle uncle， 然后你头也不回的就走啦，啊？对，是不是因为听说另外一边在拍电影？对，哦，拍哪一部嘞，同学们？杀手欧阳盆栽改编自九把刀的故事啊，听说为了这个杀手的角色有去练武术是吗？啊，哦，真的、啊，对，有大概几招可以比划一下，是属于几招哪一种功夫？俄罗斯擒拿啊，俄罗斯，对，所以你在表演擒拿的时候，一直会有配那种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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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俄罗斯音乐吗？拍戏的时候没有。好，那大概是哪什么样的俄罗斯擒拿？擒拿呢，必须要有个人被你拿着。不好哦，不好。对，对啊，不，哎、欸，不好，几个 pose， 不好 pose、啊。对，有没有武术的 pose？ 哎呦，独家在超级星光大道，让你们看看萧敬腾变杀手是什么样子，帅！怎么感觉前面一个很帅，后面就有点娘？还没做完，要看的话要看整套的话，请到电影里面看啦。不过今天真的回到这个超级星光大道，又让这个学弟妹看到你现场的这个魅力，真的是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那边很多的萧太太都很开心啦。再一次这个掌声，谢谢我们的萧敬腾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到时候敬请支持欧阳盆栽，春节上档啦，现在在如火如荼的赶拍当中，听说会开拍到除夕夜那天吃团圆饭的时候啦，哈，非常的辛苦。那当然呢，今天在我们这个比赛仍然呢，我刚刚讲了这个阵容非常坚强，第二阶段有谁你知道吗？黄小虎老师、萧煌奇老师、叮当、倪安东、林凡，哇，太多了，林志炫、 Olivia、 张栋梁，哇塞，所以今天所有的同学，我觉得你都不要去想你的分数什么，你光是想能跟这些这么会唱的人站在台上一起唱一首歌，那就是我们毕生最大的荣幸了。在这边马上就来看今天的比赛规则。